首先，你刚刚有去看过这个蔡同潜立委，他在现在状况，还有您听到他这个中风的消息时候，您的心情跟对他的印象？蔡立委一直身体都很硬朗，那今天知道消息，我们赶到医院去看，那现在他还在治疗中，那整个情况应该如果必要由医院方面来告诉大家。不过我们总是给他最大的关心、祝福跟加油，也希望大家给他关心、祝福。同时，在这种天气温差变化这么大的时候，还是希望大家都注意身体。欸，真的是很厉害，我刚刚才知道，啊，平常因为我们都认为他是健康的病患，其实是意外。好，那如果可以看的话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马上会去看他一下。因为他是对自己生活健康管理非常好的人，都是饮开水，有在运动，所以我应该觉得他是应该不会发生这种状况。不过这个天气冷哈，真的大家要小心一点。我感到很震惊的，因为蔡昌伟他一向身体非常的硬朗，那他也经常在运动，也许大概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哈。那我早上听到以后，已经赶去台大医院了，过去探望。他目前在手术中，我祝福他能够早日康复。